欢迎新进的朋友。应该是草上那个抬起来，好像下雨的声音。对呀、啊。喜欢户外抓鱼、喜欢撒网的朋友点点关注，我们经常在外面直播抓鱼的。你们在哪条河啊？在汨罗江。我们在汨罗江啊。哇，那鸭子，水鸭。哇塞，哎，好像鱼一样。感谢林静雅的点亮。草太多了。欢迎新进的朋友。哎，有鱼，有鱼。